休息久一点的时候，或许可能自己会，就是也会想要去丢球吧。那只是可能比数比较接近的时候，教练团可能也不会想要让我丢。那反正自己目前感觉状况都还不错，所以也不会去特别想什么。旅美投手陈伟英十八号在马林鱼与酿酒人的比赛中，中继两局被敲出一支三垒安打，失掉转任后援的第一分。第四棒那个，其实也不能说什么，因为球速落后，那只能说就是一方面自己也想要去抢好球速，而且也不想要说刻意去说投得太就是低低的，让球死死的这样子，与其这样子，不然就是让自己的球有违禁，然后包括红中被打，其实也无所谓这样子，因为一直以来这才是我自己的投球的策略，那也是自己的一个优势。第一次回来投球的时候，可能酸的感觉会比较存留比较久一点。那后来这两次感觉其实状况都还不错，那隔天的感觉也慢慢好转很多，所以恢复能力上面其实也蛮快的，所以感觉都蛮好的。马林鱼接下来回到迈阿密主场迎战纽约大都会，Bumble Sports 也会持续为您带来最新消息。